桃园中立自强活动中心这个采检站人潮都相当多，因为里长说这里其实距离联邦的建行分行距离只有两三公里远，包含之前的食品厂、电子厂距离也都不远，所以很多足迹重叠的民众谨慎起见，都来到这边排队筛检。同住家人的同事有确诊，是哪一间？瓦城公司那边有什么样的要求？他目前是都停止营业，对，然后都在家里等消息。第一次 PCR 采检就因为家人在瓦城上班，而同间门店有人确诊。另外很多桃园金融业，不光联邦，其他银行总部都要他们赶快采检。也是银行业，也是银行，但是因为是桃园区，对，公司建议都来采检一下。公司先要求，公司要求。后面问是什么样的行业？也是金融业的。哦，也是金融业。对对对，你刚刚有问到一个是北富营的，那你呢？我这边吗？我是联邦的。你也是联邦，只不过不是在这边的联邦。行员说，现在服务客户防疫规格回到三级警戒标准，毕竟保险点保护顾客自己跟家人最重要。还有民众昨天生日去西堤吃饭，偏偏联邦建行分行1月7号去尾牙，昨晚也有员工确诊。之前我们有去过西堤，是同一间吗？同一间。哦，所以就想要谨慎一点。那日期呢？前前后后来讲。后面。里长说，这几天自强活动中心筛检站每天筛400多、500多人，因为从歌友会、电子厂、联邦银行到西堤牛排，甚至瓦城，离这都不远。现在就怕居辅员12月30日跟1月4号去联邦银行，跟传染给行员后，他们1月7号又吃尾牙，直到9号陆续发病，12号才检确诊。这十几天社区会有病毒扩散可能。桃园市府也发出3013封简讯给联邦建行分行接触者，火速筛，斩断病毒网。TVBS新闻陈如桓、林瑞桃园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